答不出来。不懂得欣赏，虽然失去了船，但没有失去灵魂。人人有份，死亡的潮汐。哎呦，还敢把姨叫了是吧？就是那个是我爸的歌单。哇操！别以为我抓不到你啊！哎，洗白。反的一逼，怎么逼人呢？直接逼吧，给老子注意点啊！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脏东西，大海没有记忆，但我走了，你没 TP 想混啥线？人人有份，好像不太行，管不住他了，让他把线推完吧。我感觉我再烧他，我要死了。渣子，这怎么可能会真的过去？你被骗了，小伙子。声音画面不同步刷新一下，或者切换一下线路，兄弟。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闪，好闪，漂亮，线也没了，闪也没了，我操，有人直接叫 TP 过来吃线，小炮，牛逼。这小炮盯着电魔死，电魔一死立马交替。
我怀疑他就等，他就那里等着他队友死。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小炮直接七级了，多吃了两个血。段位还没你高，那你自己去播呀，没人拦着你啊。你又老觉得别人不行，喊你去干，你又说你没时间。你打职业都没人管你。就下210，早就无可再痛了。留个眼线在外面，更多火药。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击。需要大招，吱一声啊，立马支援。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交闪。哎呦，好点交闪，他吸不了那么多血就好了。当心炸药桶！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还要升级了，不然被换了。差点不该呀、啊。脏东西！行了，知道了，我去送他。这下路啊，给我发信号干嘛？我很少忘记事情，更不会忘记仇恨。不要以为安逸。他多难卖了，有三项多难有没有已经无所谓了。船长杰斯几几开这个版本吗？这个版本杰斯小优，只能说是小优，更多看操作。顶级杰斯或者顶级船长的话，肯定是杰斯操作上限更高一点，对线起就拉扯方面，就分越高，两个人的操作越顶级的话，那就杰斯就越占优势。杰斯的操作上限比船长高，对线级。中低分段还好一点。他妈的！服了，好气啊！打不过就叫人，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我那个位置不能往回走，往回走他多 A 我一下，往后走就中标，那咋办嘛？那我的办法呀。背叛就是杀人一次人。不要有侥幸心理。
我虽然失去了船，但没有失去灵魂。又一个！刀子在后面的血槽啊！好、哦、还加过什么保命六八保命这是能拿龙还行补龙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我这两波也有个闪现都能操作一下他们阵容拖到后面有点厉害下路两个都是打伤害剑魔是没闪的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清算就要来临了这凑一下完更多火药渣子里面还好里面有个影哎呀哎呀拉得太远了坏了我上轮也没打过这把不会记了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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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的了把我吐了出来小炮哥把设计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人人有份好受多了我不能站中路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增我感觉这个人的闪现应该是好的看样子应该是没眼的剑魔想出来打那里有眼练
一次转身，好的是一把匕首。我就算巨带线，其实我也打不过小炮呀。这把基本上就死路一条，剑魔打不过，小炮也打不过。现在是没有一个能打的，废了。哎呦，本来他妈就穷。不管了，反正也不值钱，先搞钱吧。这局也不下了。为什么这也不爆？好，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抛。啊！爆了，小炮那个人头也是我。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有眼，赐给他们的奖励。那我的等级也起来了，希望能偷袭一波剑魔就最好。剑魔在中，我哪有冰杖啊，被他黏住就记了。我贼烦冰杖。
虽然失去了船，但没有失去灵魂。烧吧！还是周围的客人。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 From 现在开始到十秒。150块，到手。我等一下剑圣，更多火药，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够了，别他妈追了，高地要没了，大哥。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人人有份。还有小炮刚没有继续推下路，但是守不了。他硬要推的话，他可以用他的命换高地，但是他好像不太乐意换。我有，烧吧！最近有比赛啊，就要来临了。我是晚上9点播到凌晨5点。但是最近如果有比赛的话，我想10点播到早上6点。虽然我前面也是播到6点，但播到6点都加班。如果比赛打得快的话，我就9点来；比赛打得晚的话，我就10点来。我这样想。兵线型，小炮不知道去哪。昨天休息了，我发那个公告，他公告维护升级没发出来。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脏东西，人人有份。啊，两个人打。打我什么？我操！还行，他们没 buff， 不知道辛德拉有没有 buff。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Unstoppable.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辛德拉也没 buff， 哎，算了，我这边不好去搞他，他有推的话，万一火男。也出来了，那就坏了。烧吧！不要以为我不在，你们就能安逸。有蓝 buff 的。脏东西！那我可以硬蹲一波豹女。人人有份。蹲完豹女，然后团中可以。不行，我就用闪现跑。吓死我了，我没死。
最终吧，老阴币就是我，我从暗中偷袭，把残忍带给所有人。干多火药。哎，我得回家补装备了，小龙要刷了，这是我们的龙魂。他们要有逃跑的理由了，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这边有个眼，给你下 AD 放。妈妈的！你跳你的马，你跳过来干嘛？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我觉得他不是死亡之舞，蓝盾减了30%。这个蓝盾他妈是真的触，你们知道吗？亚索出无尽打人，如果对方出个蓝盾的话，亚索的暴击伤害没有不暴的时候更高，他暴击62，然后不暴70。Q 下的不行，我让你出来，你他妈抓老子！标。你就说你死不死？把他大给挡了，兄弟。不挡大呀。